出来，绝对精彩。咱俩特有默契，咱俩应该整一个相声。你说什么？整个相声。这个机会我等很久了。干嘛呢？停！理理我行不行？你干嘛呢，周云啊？我们排练呢。咱俩是搭档。对，我知道。跟他排练。啊？啊？对呀。哎，我已经等这个机会等很久了，你恶不恶心？嗯，心里话。不是，还有谢可寅。我咋了，哥？抢我舞台，抢我剧本。还抢我搭档？不是，我没抢。强词夺理。我真没抢，是他先微信联系我的。那个孟哥，你听，你别着急啊，你别着急啊，我问问你，我先问问你，孟哥，你说咱俩搭档多少年了？十多年了。搭档十多年，是不是咱俩最有默契？太有默契了。所以说，我现在心里怎么想的，你都知道。你想什么，我都知道。我现在心里怎么想的？你想跟他说相声，还是你了解我？那我心里怎么想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不同意，你猜对了。你俩要不猜猜我心里怎么想的？我俩太默契了。你俩太默契了。哎，我问你，他会说相声吗？哎，你这样说我就不乐意了。对，他怎么不会说相声啊？不是，可寅，他说的是你。哦，说我呢？你看，他多会说相声。行了，你俩别互捧了。哎啊。他会什么呀？人会的多了，说学逗唱人都会。你别来这套，你说具体点，具体点说。我会说唱。你看，人家一下会俩。你会说唱吗 ？DJ drop the beat。你听听他说什么？他说你先别生气。能不生气？那可没法放在眼里，因为我恰当生存下，拼尽全力，只能撒开热闹下。跟我比划，什么举动 ？I'm classy, baby。你现在感觉得到？我俩说唱怎么样？你要不呜就太好了。你那比你强，你这气好。比我强，哎，说唱比我强，你们俩没戏，哦，因为我的说唱比你们要雷厉，哦，耶，哎，没，来，我劝你还是快回去，打败你其实很容易，你听听，打败你其实很容易，所以我们挺猛的，接。接什么呀？你这哪句押上韵了？你甭管，我们这相声水平怎么样？不是你那么跟相声沾边吗？这，喂，我们还会别的呢？会什么呀？咱会什么还？说学逗唱。嗯，我会跳。你听听，说学逗唱，人家会跳。你听听，说学逗唱里边有跳吗？学跳舞啊，说学跳舞，啊，你是真想跟他搭档啊？我发现不是哪儿，啊，不是，我想跟他搭档，主要我们俩有一个跳舞的小节目。嗯，你们俩，嗯，这么多年我没听说周九良还会跳舞呢。哎，你瞧不起人，你哎，让你看看我们的实力，我们的舞蹈是怎么回事？来，可寅，准备。你跳了吗？
啊，哥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咱俩才有默契啊？咱俩刚才，你看别跟我来这套啊！告诉你，周九良我们俩才是搭档。孟哥，但是我更想跟你合作。整个小节目，你俩干嘛呢？没干嘛呀。哎，整个小节目。你理理我，好不好？你会打架子鼓吗？那我会，我会，我会，我会弹吉他。整首歌，咱俩整一回呗。整一首歌，整。来，我吉他呢？就那么定了，我打板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一直被他全部抹杀，越疼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，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吗，还是说好全忘了吧。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，当你我不小心又看到他，你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耶耶，太棒了！我觉得咱俩真有默契，真有默契。哎，但是你那个鼓要是打得再快一点就好。你这个吉他调儿是再高一点就更好。不是吧？你俩给我提提意见。这个节目要没你啊，就更好了。真的吗？